金发。今天我们来试试这个妈咪面，这个辣的妈咪面。以前的那个我没有，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拍，然后现在这个也是找了，也是等了很久时间才有时间拍这个。我这一个我也是买了很久了，这个我有两包，所以一包是生吃，一包是煮着吃。OK， 现在就开上一包，先捏碎。他们说也是很辣，可是虽然没有比之前上面那个黑色包装的辣了。上一个我也是有吃，但是我没有拍到，因为没有想到。哎，这个它的面是粉红色的嘞，它的面是粉红色的嘞。嗯，还有一个料包。直接吃，不要加料的时候是怎样的味道？没有味道，就是颜色而已。嗯，没加料。哇，它的料很辣椒，现在我都要打喷嚏。哇，它的料是普通辣椒粉，就是普通Maggi面的那个辣椒粉。它就是那个 BBQ 口味跟辣口味掺在一起的，不过嗅起来很刺鼻，很刺鼻，不可以直接嗅，我都流泪了。OK， 他们来摇它。哇，很多粉在上面，很多粉在上面都没有倒下去哦。先拿了下面的，嗯，耶，蛮好吃一下，真的是 BBQ 的口味跟 BBQ 的口味跟辣的口味合在一起。哎，还好，它的入口还蛮好，这个没有比那个再次黑色包装的那个辣了。刚入口进去的感觉是很好，应该是 BBQ 口味我还蛮喜欢。OK， 那我们就开着一包来煮来试试看是什么味道。OK， 就转到这个视角了，来煮煮看它的味道如何的，先架起来先。捏完那包装啊，就是在打开包装。我说嘿，它里面是这样的啦，是粉状的，是粉状的，所以就煮来试试看。现在就等水滚，找一个地方加这些。再倒下去 ，shit， 哇，好香！再加上上次这个，现在有加到料了，
shit. Bye-bye.